张谦碑在清朝以后，那么多人去学习它、研究它，啊，在现在啊，很多人都把它作为一个很经典的这个汉代的这个铭碑去看待。那么它是不是出自名家之手？是不是出自于当时的名书法家之手？那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不是，不是。张时在刻碑的风气上面还没有像唐宋以后，自这个唐以后啊，那么往往在一些大的刻碑工程上面都要邀请什么呢？邀请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撰写碑文，如果是墓志铭的话，撰写铭文，邀请当时著名的书家撰写碑文，撰这个包括这个书单，这个墓志铭，这是唐宋以后的。所以人们带着这种观念去看待汉碑，那么往往会出问题。在汉代，很多碑都是出自于什么呢？默默无闻的工匠，工匠，所以他们的这个地位啊很低微，很低微，在他们身上往往要啊一兼二职，什么职务呢？主家把碑文把文字内容拿来了，那么他们首先要做的一点是什么呢？书单，有些干脆就不书单，就直接刻的。什么叫书单？单是红颜色的意思，朱色，是吧？也就是你拿着这个朱这种颜色啊，咱们通过一定的这种方式，把这个文字啊给写在石头上面。朱的颜色比较显，所以刻起来时候呢比较鲜明啊，比较明显一些。那么这是一道工序。第二道工序是什么呢？龛刻，龛刻。所以啊，这个石工它往往要具备书和刻这两方面的能力。那么根据张谦碑的记载啊，在这个碑阳的最后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啊，在这么一天，顾立、韦蒙等谦然同声。什么叫谦然同声啊？大家异口同声，形成共识，怎么样呢？这个字，债，欠债的债，不是，令，租赁的令。令是什么意思啊？雇用，是吧？令师孙兴刊实立表以示后坤，什么意思啊？大家形成共识，要为我们的故长张骞啊竖一块德政碑。那么怎么办呢？需要有一个费用的问题，所以大家这个攒了很多钱。诸位可以看，在张骞碑的碑阴部分，这里面有什么呢？顾立某某某200钱，顾立某某某500钱，顾立某某某若干钱。那么在这个经济基础上面，大家把这笔钱怎么样呢？令师，是吧？我雇用了这位师，这个不是老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工匠，石工，相当于咱们说呢师傅，是吧？石匠师傅请了这个孙兴师傅啊，干嘛呢？刊石立表，哎，把这个内容啊书单包括刊刻在石头上面，希望啊这内容能够一直传下去，以示后坤，让后世子孙啊都知道。那么这个石匠，这个石工，他本身的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不是很高，所以在刊刻的时候出现很多错字叠字，甚至把一个字刻成两个字，那么咱们都情有可原，情有可原，这是当时历史的一个产物啊。那么这是呢咱们要说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拓本的问题。同学们都知道是吧，学习书法呀，咱们接触到的是碑和帖。那么这个碑咱们怎么去学习？主要是通过拓本去学习它。所以这个拓本的好坏决定了咱们取法当时的这个眼的高低。如果说你选择这个拓本比较靠后，比较模糊，残勒的情况比较严重，那么我想啊，你对很多这个碑上原来这个笔意啊，了解的可能是不太清楚，对这个字它的这个形体它的分布的了解
也是要逊色一些。如果你选择这个拓本，直接就是一个赝本、赝品，或者是一个伪作，那么更是没有一个可学习的这么一个价值。所以在清代啊，这个清代的文字学家、清代经史学家曾经啊做过一个事儿。你比如说谁呢？翁方刚，他呢翻刻了很多，因为他很喜欢汉代的这个诗歌作品，他翻刻了很多啊汉代的这个隶书、名作。所以同学拿到这个翁氏翻刻的这本子一看，哎呀，这本子很清楚啊，比我看到的这个某某出版社出的清楚多了。这个不是清楚的问题，是吧？你拿的翻刻本，那么直接就失去了汉碑它很沉厚的一种气韵，不足取法。所以咱们选择拓本，尽量要选择最早的本子，最早的拓本。根据文献的记载，咱们现在所了解到的张骞碑最早的本子呢，出自于明初。那么在这个明朝的中叶，有一位，这个人呢叫都牧，首都的都，牧，穆桂英的牧。这是一位文学家，是一位经史学家。他有一段记载说，他所见到最早的张骞碑的拓本啊，仅缺数字。这个很了不起了。什么叫仅缺数字？仅仅残留了几个字，而不是说像咱们现在看的这个本子，这已经比较好的本子了，残的很多。那么这个本子现在已经是咱们看不到了，这是作为一个文献的记载。据咱们现在了解，现在能够看到最好的本子呢，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东里润色本。东里润色指的谁呢？指的是这个郑国的资产，东周时候郑国的资产。那么这四个字往往啊是作为区别明拓本和其他本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在近代啊，有一位很著名的经史学家，他的名字呢叫方若，他呢有一部非常著名的这个著作叫《校碑随笔》，这里面记载，他说他所见到最旧的本子、最早的本子，那么"东里润色"四字完好无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两个字，"结行"二字完好无缺，完好无缺。所以啊，人们往往把这六个字，或者更精炼一点，把东里润色这四个字作为什么呢？作为我们啊区别明拓本和其他拓本的一个重要标志。明拓本当中的这个好的这个代表，我们也称之为东里润色本。东里润色本，这是本子的情况。那么最后一个内容是张骞碑它的一个艺术特色。那么刚才啊，在咱们讲之前给大家提到了，张骞碑呢是东汉时期著名的一块汉碑。那么它身上啊不仅仅体现了成书隶书的一个特色，那么更具有了一种很鲜明的个性色彩。所以咱们学习张骞碑，不仅仅是要了解它的一个共性，更需要吸收的是它的个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这块碑啊放到咱们在曹全语音的第三个部分去讲，先了解共性。那么在了解共性之后，充分掌握着共性之后，咱们看，是吧，在汉隶当中这种个性表现有哪些突出代表，张骞碑就是其中的著名的一块。那么张骞碑，提起张骞碑，人们往往啊会想起了一个字，或者说它的艺术特色集中的表现为一个字，什么哪个字呢？方，是吧？构形方整的代表，方笔的代表。所以讲起张骞，就一个方字，对它可以概括。那么我想这个呢提的很有道理，
但是这只是当中一个，只是一个，是吧？我呢，给他总结了三个字，一个是方，第二个是厚，第三个字是什么呢？是拙，拙。首先讲它是方，那么这个方体现，咱们按照前人这个观点，有两个方面去体现，一个呢是它的笔画。咱们看这么几个字，孝武上，这几个字的横画包括是竖画。你比如说孝字，孝字起手的一竖，那么它这个起笔啊，和咱们看的这个学习过的曹全碑很不一样，是吧？曹全碑咱们说以圆润为主，那么在张骞当中，他直接给处理成什么呢？上面的起笔很方峻，起手不大啊，落笔比较厚重，很方峻，斩截，这是他的特色。那么包括横画，是吧？你比如说像这个上，上的这横画，起笔也是以方为主，以方为主。那么同学们可能要问了，哎，这块碑怎么很有这么有意思啊？非得给它刻成方的？它为什么没有出现咱们传统意义上那种蚕头燕尾啊？蚕头是吧？很这个圆的，偏圆一点的啊，这么一个斜坡状，怎么没有做出这种形状来呢？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啊，这个也是和刻工当时的一个思路有关系。实际上，刻工在这块刻这块碑的时候，是很希望把它刻得很规整的，很规整的。怎么讲呢？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咱们现代的这个电脑里的这个印刷字、印刷体，不管是黑体也好、宋体也好、楷体除外，是吧？仿宋也好等等之类的，那么在笔画的处理上面，往往强调什么呢？它的很方的这一面，有些不方的也要把它很方的这个特征啊给它表现出来。因为啊，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你的这个书写这个特色啊表现出什么样的一种特征呢？啊，很正式，适用于非常庄重的场合。所以咱们可以看，咱们开重要的会议是吧，研讨会，包括国家的会议、党的这个会议，都是拿这种印刷体啊去表现。所以偏方的笔画它有一种很庄重的一种效果，庄重效果。那么在张骞碑当中，书刻者啊，尽管他的文化水平不是特别高，但是他刻这块碑的时候也是很严谨，也是很谨慎，很谨慎。那么在这些笔画的处理上面，也是想表现出这种效果来，是吧？那么咱们还可以再举一个字，第一个字，是吧？君，君字，它这一横，它这个收笔微微往上翘，和咱们看的曹全碑的燕尾也不一样。那么目的就是一个，为了表现出很庄重的一种效果。包括说看到什么呢？也，也字啊，它的这么一个这个波折折化燕尾，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在用笔上的方。那么它的方还体现在哪儿呢？在它的结构上面，结构上面。咱们在临习张骞碑的时候，我想啊，往往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首先呢，不敢写，字形偏小，那么这种学习打不开你书写当中的一种气局，是吧？写出来很小气，气势不大，放不开，那么在创作当中啊，很有可能啊会有一定的局限。于是乎呢，老师要求说你最好能够把字放大，大了写。但是越往大写也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写着写着字形写跑了，写松了，写散了。所以这时候老师还会提醒你一点，你再怎么处理啊，结构上面要保证什么呢？张骞碑它的结构上的方整严密，严密。就我是很愿意用严密这个词啊，对它这个方整这个特征啊进行概括。所以你不管从哪个侧面来看，是吧？它处理的都很到位，在分布上面都很茂密，严谨茂密，
你比如说，咱们看这个字，孝武的武，汉武帝的武，这个字啊，和咱们看的曹鲜卑形成很鲜明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啊，曹鲜卑有一个武字，或这个豁出武都啊，那武。那么这个武字，它的一个长的波折，笔画纵长，是吧？那么这笔，它是变成一个竖式，很短促，所以有了一个长短收放的变化。那么下面这个止很收敛，所以这个字啊，曹鲜卑当中这个字啊，有一种什么这种情绪呢？很潇洒，该收之处收，该放之处放，是吧？很漂亮，很潇洒。张先辈不是如此，看上去什么呢？很严谨。为了保证这个字形的这个方整度，他做了一个处理。什么处理呢？把原来这个五上面这些个格，止戈为五啊，格。那么格这个除了波折之外，右这个左侧这应该是一个什么呢？左侧应该是一个短竖。他把这个短竖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个横画，变横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使得分布上面匀称，不要出现过分剧烈的收放变化、大小的变化、长短的变化，很巧妙，是吧？由纵变横。那么变成横式之后，还有一个方便之处，可以使得什么呢？可以使得下边这个纸，整个这个纸它的一个分布往上移，和上半部这个部件啊结合的更为密切。所以你看，通过我这一分析，大家可以看，是吧？在这两方面的处理之下，整个这个五字主笔没有特别的突出，两部分的这个笔画的这个结合啊很到位，整体上表现出很严谨、很茂密的这么一个效果。咱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君子，君也很有特色。曹鲜卑当中也有这个君，啊，出现了很多处。那么在曹鲜卑当中啊，我想各位同学能记住一个特色，他的君突出的是哪一笔呢？他左边这个挑画，长挑，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手法，是吧？咱们往往用这么一个词儿，是吧？主笔长挑，纵意而出。一下子把他的情绪，把他潇洒的一面表现出来了。而在张骞当中，你看他把这个长条变成什么呢？变成了一个竖条。说起笔前半段基本上是什么呀？偏直的。而到下面最后收尾处也没有纵意而出，而是怎么样啊？收敛住了。所以我在给同学们分析结构的时候，我往往会说，你可以看一看，对吧？这么笔画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看这个横和这个挑画，它是不是基本在一条垂直线上，或者说是没有过多的一种收放层次，没有。所以它左半部啊保证了严密，那么右半部是吧？这个字的右半部。右半部无非要处理的是上和下的问题。上边为了保证这个字的方整度，它用了什么处理呢？本身上面啊就是有一个横折，那么这个横折处理的这个见棱见角，棱角分明，方形啊这种构型又出来了。那么在上半部它这个燕尾收住了，我不让你表现出来，也是把整个这个气啊收敛在内。那么下半部这个口，这个两角很重要，是吧？这个口，这个两个角很重要。为什么呢？直接把右半部、右下部的空间填满。所以啊，通过这两个字的分析，一个武，一个君，咱们可以看方字在这个张骞的他的特色当中啊，这个结构特色当中啊，表现得非常的这个鲜明。